阳光会再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乐。2024年新年即将来临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好迎接新年的准备呢？新的一年里，我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，但是一定要确保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，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。其中一点就是要运动，才能够让自己保持健康。我自己本身就是通过打发断颈和骑脚车来让自己有运动。那么呢，通过骑脚车，我会参与一些团体，跟他们一起骑脚车，也会参与一些骑行的比赛。就比如说比完赛之后，我的身体会全身酸痛，所以就要回家用原始点来按推，来舒缓自己的疼痛。我自己本身也有在原始点的网页发现有一个很好的一点，就是通过自我按推就不需要依靠他人来进行按推，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点，也要感谢原始点能够在网页发布一些相关的资讯，能够让更多人去受益。新年即将来临，嘉乐在此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一定要保持健康哦，加油！